谢谢，再来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丽婷。谢谢，过来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刘志军。谢谢，完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婉婷。好，各位就请拿麦克风，由轮流讲一下。这一次呢，是我们的全平台跨品类的代言，心情应该很不一样，因为是这全台第一次。再加上聊聊，每个人都有购物的经验吗？白白先说好了，好吧？在网络上购物是一定要的，现在是最夯的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只能说就是所有东西我们都要精打细算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平常我们在家可以说宅女，你是宅女，是，所以在宅女必做的就是上网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对，而且其实上网就是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精致可爱，可是价位又非常的合理，所以这一定是我的首选。对，那代言呢？代言的心情很不一样啊！这次代言，以前都是珠宝啊，然后都是大包包啊，这次不一样哦，感觉。对啊，而且这次我们六个姐妹一起，而且我们感觉就是很像就出来玩的感觉，因为每个人心情都要感觉是很春天的，很开心。而且我们每个我们所穿的衣服，还有我们所等一下会介绍的都。都是很平易近人的，没错。好，那来聊一下刚才所说很有趣。